今天呢，我们有一只小宝宝是在我们的6月14号出生的，它的名字呢叫什么呢？叫孙怡。小朋友的时间去观察一下我们长鼻猴的小宝宝，它的脸色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？仔细观察一下，这里，你看看，盯着看着我们，是不是？那鼻子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